大家好，我是老易，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相声节目啊。今天呢，老易来给大家讲一讲啊，有关于礼节方面、礼仪方面的关人数啊。最近呢，老易中午呢发现一个现象啊，中午吃完饭啊，老易在办公室里面溜达，然后一路走过来看到大家都在看看一部剧啊，四台电脑一溜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，公司所有的女生都在追这一部剧啊，我也没搞明白啊。 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啊？到让他们去，一到中午啊，饭都不吃看剧，看同样的剧，啊，后来呢，老爷才知道这部剧里面啊有一个角色叫夜华啊，是天竺太子啊，老一怕念成天竺太子啊，天竺太子呢，他的仪容仪表非常端正啊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风度翩翩啊，所以迷倒了不少公司的女孩子。 啊，老易后来一看，哎，那不是赵又廷吗？高圆圆的老公嘛！啊，这部剧里面啊，表现出的风度、气质，包括气场啊，还是挺符合太子这一个角色定位的。那么，大家是看一个热闹看剧，老易呢看了一下，我也看到过一两次他走路的一个姿态以及坐姿、站姿。啊，其实呢，老易平时在外面啊，交际应酬啊，跟别人聊事情，判断一个人的方方面面。 用到了很多是关于行为象，啊，中国官人学里面把一个人的坐、站、行，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的一些举动，都用行为象来啊统称。那么行为象是涵盖很多面。今天的脑亿抓几个重点啊，教大家几招快速的啊，在社交关系中啊，不管你是在聊天也好，在饭局也好，你都能。 很快速的啊，通过对方的一些行为举措来判断他的性格以及他的环境啊。首先啊，大家看那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啊，这个角色太子的角色，他的坐姿、站姿啊、行姿，都觉得嗯很有气场，很有魅力。哎呀，我爱死他了。其实老一这边呢，给大家来来归纳总结一下，在行为象里面来判断一个人的站。 坐、行，甚至卧啊，睡觉的睡姿也有，它都有很多的讲究。那么最关键的一点啊，我告诉你一个诀窍，你把这个诀窍掌握了啊，你看人不会看走眼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人的站、坐、行，他的问题在哪里。所有人的坐、行、卧啊，包括站，种种的姿态，一定是离不开的脊椎。 脊椎是否中正安舒啊？直接判断这个人的形态，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外在表现。那么脊椎的各种形态跟心理以及生理都是密切相关的。我们把脊椎有四点是看成有问题的啊，是这个人的行为上出了问题是什么？脊椎没有在中正安舒的位置，左右或左或右两个，或前或后。 那么你可以想象，当一个人或左或右的时候，人一定是东倒西歪的。行为像里面把一个人的坐姿也好、站姿也好，东倒西歪，是看成这个人啊心怀不轨啊，不走正道，说明他的一个心理状况不是堂堂正正啊，甚至这个人的责任心方面，他都会有所欠缺，不会勇于承担责任。所以，如果你看一个人老是这么一坐的话，倒下来，左靠。 又靠啊！这个人你就要留心一点，他说的话是不是言过其实？他说的话跟他自己的能力是不是目前相对等？这是你要留心的。行为象里面把一个人啊过于凹胸啊，就是脊椎啊凹起来、弯曲起来。那么这些人在心思方面比较缜密，而且呢比较悲观，也很难去有勇气去承担责任。所以这类人凹胸的话。 大多来说是跟啊心思心机方面去挂钩的。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？是挺胸啊，我们叫什么？凸胸。这个胸啊是凸在前面，胸很很夸张的挺在前面，这也不好。如果挺胸的话，如果大家去年相声你有仔细看的话，老易讲过，太阳的人，阴阳五态里面太阳的人就是。 挺胸张腹，像这这类这类人呢，就是偏向于阴阳气场里面过阳、过阳的人啊，比较嚣张啊，气势比较狂妄啊，言语上没有节制，好大妄言，得罪别人啊，虽败而不知耻。这种人就是很夸张的那一种，种暴脾气，还有很夸张的那那种狂妄自大，让别人受不了，完全以自我为中心，那就是过阳，挺胸过度的。 而一般的挺胸倒不在这个范围里面。行为上，把一个人的脊椎有左右前后之分，都有性格上的缺点。如果啊，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加细心、多加留意去观察诸多的这些站姿、坐姿也好，你大多都能在这些表现中啊，形体的表现中啊找到的，哎，不可言的秘密没有。 显现的秘密啊，都是他的性格展现。所以你只要掌握了脊椎啊，你再去看任何人的行为像都可以找到一条非常明晰的中心思想。好了，你现在懂了这一个观察脊椎，那你再去看看啊，夜华这一个角色站、坐、行啊，你看是不是都很中正安心？遇见 清风明在相的我们讲一个人的行为相对于性格方面的影响，行为相有很多方面，啊，有很多很多种。老易前面讲的呢是坐、站、行，你要抓的一个重点、核心思想。那么。 其实，在生活中还有诸多的一方面，你们是看到、碰到，但是没有注意到。老一非常随意的就能看到，就是吃完饭，筷子怎么放？有些人筷子就是明明有个筷架，不放在一起，啪旁边一放，两根筷子折过来，碗嘛七零八落，餐桌上的这些吃下来的这些骨刺啊，随便堆啊，餐布包括毛巾也也没安安整整放旁边。 就是吃完饭就是一片凌乱，这种人呢，老一倒觉得呢，也不是说性格不好，可能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就不是非常注重于礼节，那么平时做事情呢，可能也是这种不拘小节的。这时候你就得判断，如果你是一个啊，本来家庭有教养，或者你对这些礼节非常注重，啊，家道有家有家教，家有家规，那么你要考虑，哎，你们两个人在。 这些性格方面啊，适不适合？所以你在开餐的前端你是看不见的，因为大家还是会按照自己的表现把自己包装成很好。但是吃完饭了，聊完天了，精神松懈下来了。曾国藩兵谏里面就讲啊，观察一个人千万不要在开端，一定要在什么最后，视尾等他一个人回复到他精神最自然、最松懈的状态，你再去观察可能是最好的。哎，你看。 他的餐具摆放的位置，你可以看出平时家教如何，他的周边环境如何。那么你要衡量一下自己能不能跟他匹配。所以行为上呢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。如果大家想学习啊，可以关注老易的微信公众号“中一说”。老易呢在四五月份会有一个象学班啊，官人学的一个课程推出啊，大家可以来来参加啊，跟我跟着老易系统的学。 中国古代官人学，今天我们讲的礼呢，其实很重要。啊。虽然从一个人的站姿、坐姿、行动，甚至卧态，都可以观察一个人的精神面貌、情态的反应，可以观出这个人的行为举止合不合儒家的理智。那么我们讲到理智啊，小到一个家庭，你扮演任何角色，都有你的理，都有你的智。 大到一个公司，对吗？你的上下君臣制度、公司规章制度你要遵循；再到一个国家，对吗？国家你是作为一个人民，你有一个尽人民的一个义务在啊。人家说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，对吧？都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人在社会上要定好自己的位置，要知道每一个角色都有它的制约在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呢，就讲到这儿啊。对官人学有兴趣的朋友、观众。 可以订阅我们的相声频道，关注老易的微信公众号“众易说”啊，“众易说”是一个国学类的一个平台，大家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的观人技巧，包括啊修身治家的一些经验啊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，我们下回再见。